일어나서 춤추고 싶은 충동을 느끼는 그런 곡이었죠. 일어나서 춤추셔야죠. 다 같이 일어나서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시고 힘차게 부르시겠습니다. 하나, 둘, 셋, 넷. 걱정을 모두 벗어버리고 真是不得了！嘎，吉他弹的真棒，是吧？好了，你们看了这个，天鹅还有候鸟的纪录片《伟大的飞翔》是吧？这个鸟类学家呀。他就问这些鸟类啊，他们好，有的时候呢，要飞翔1000、2000、300公里，然后再寻路回来，是吧？甚至有些蝴蝶呢，他们可以飞行3000、4000公里，然后再飞回来，飞回原路飞回来是吧？那么我们韩国没有这种蝴蝶，但是在美国呢，有这种蝴蝶。这种蝴蝶非常多，这些蝴蝶呢，从加拿大呢一直飞到美国东部、中西部，然后这样飞。因为美国本土也是非常辽阔的，是吧？一到冬天，在美国生活的蝴蝶呢，有一个聚集的地方，你知道他们聚集在哪儿吗？这些蝴蝶呢？他们目的地是哪儿呢？奔向墨西哥墨西哥城是吧？离墨西哥城很近的一个山谷，他们飞向那儿，在一个直径大概有23公里的这个树林里这些树叶上沾满了这些蝴蝶，是吧？然后他们过冬。过冬的这些，他们过冬的这些蝴蝶过冬的这个，过冬的时候呢，这些蝴蝶反正所有的蝴蝶是亲戚啊、亲家啊，这些蝴蝶都聚在一块儿，一到春天再来呢，然后再飞回美国。那么，在美国国内呢，看不到这些蝴蝶的迁移。在哪儿可以，最容易观察到呢？在美国，在墨西哥城的，附近近郊，也就是说10月20号，就快立秋的时候，是吧？真是不得了。你看画面是吧？
啊，这蝴蝶你看形成了蝴蝶谷，像蝴蝶谷，像啊，它不是一年蝴，这些蝴蝶不是一年生啊，啊，真是壮观，它们飞越数千公里是吧？我们看不清。啊，从上面照，你看这个，你看这个黄色的就是蝴蝶，覆盖美国全境的这个蝴蝶呢，然后就飞向聚集到一个地方，是吧？这是玛雅文明的遗址，蝴蝶这样飞来，哇哦，铺天盖地，你们看。这是他们的聚集地，铺天盖地，嗯，人类和万物和平共处。一片安详宁静，所以这里呢每年都有这个蝴蝶狂欢节是吧，蝴蝶狂欢节，好了差不多了，那么没啊，你们看，数以千万计的蝴蝶，也不是一百万是吧？就属于是像这个啊，你看这样蝴蝶，哇哦，真是了不得是吧？在进行交配是吧？像落叶一样。一层又一层，真是铺天盖地。累了他们就是飞一飞，累了他们就落地而歇，落在肩膀上，落在人头上，是吧？真是铺天盖地的蝴蝶世界。啊，大自然的造化真是美妙无穷。那么这些蝴蝶啊，他们怎么知道怎么传递信息，彼此间传递信息，然后聚集在一个同一个地方，每年哈，然后再返回到同一个地方呢，可以迁移数千公里那么蝴蝶说对自己的孩子说，你们跟着我他们有没有这种语言系统是吧？那么自然界呢，有很多让我们真是瞠目结舌的神妙用处是吧？嗯，昨天我讲了，当牛顿这位科学家发现万有引力的时候呢，别人呢？就是从谁也没有观察到的，也就是说漫不经心的错过的日常的这个现象当中呢，发现了什么这种伟大的力量。所有的物质呢如果没有力量驱使的话是不会动的是吧，应该是静止的。嗯，那么苹果从苹果树上带的好好的，
正是有一种我们所看不到的力量使然，所以它才会掉下来。啊，在上边，在上边，在上面的当然就得掉下来，这是自然的啊，啊，所以我们的眼睛啊，在自然的神力面前是这样的啊，蒙蔽着，睁着眼睛，睁眼瞎，应该看到的却看不到，是吧？看不到不应该看的那些东西呢，我们就成天在看。昨天我们也看了，是吧？昨天大家看了这个中子和量子，这些量子呢，本来应该是互相排斥，是吧？这种排斥的力量是相当相当大的，但是他们却能结合在一块儿，说明有一个力量在约束着他们，啊，有一个约束他们的力量，有一种中庸的力量。哦，我们应该看到这个现象以后，应该真的惊叹不已哈，但是我们却麻木不仁，啊，听说是这样啊，应该这样啊，自然嘛。啊，蝴蝶飞越几千公里，啊，听说蝴蝶每年去越冬，啊，这样麻木不仁啊，啊，应该看到的东西你们看不到啊，懂了吗？啊，应该看到的东西你们看不到。当你们真正能看到那些眼睛看不到的世界的时候，你们的人生观才会有真正的变化。啊，原来是这样。啊，你们看，啊，你们觉得这个蟾蜍啊，也就是我们俗称癞蛤蟆，好像很笨的是吧？是吧？你们看这个泥堆里，啊，好像他们没有什么智能，啊，而且动作迟缓是吧？那么脑子转得快的话，至少得我们像这个小朋友一样是吧？一看就很机灵，你看是一点都不机灵哈啊，我们看着也，你学学他，他怎么叫我都没听过，他正在干嘛呢？正在。它是一个雌性的雌蝉哈，啊，公蝉。那么雌蝉这个癞蛤蟆雌蝉产卵，然后雄蝉，啊，雌蝉的产卵以后就撒手就走。那么这个孵卵的事呢，由谁来负责呢？由这个公蝉来啊，保护这些小软是吧？啊，这父爱很大是吧？这都是创造生命的创造主的计划是吧？安排。那么这个，那发生了一个意外是吧？你们看，这有很多水是吧？水分。怎么了？这有一只小蝌蚪，啊，水突然怎么样？泄出去了。原来这是水满满的，你看基本上水都给泄光了，是不是一个非常状态是吧？紧急状态。那么这些小蝌蚪呢，可能就被干死了是吧？所以这个蚕癞蛤蟆爸爸呢，突然怎么了？啊，突然怎么了？啊，这个老爸蟾蜍呢，旁边还有一个水沟是吧？啊，水塘，嗯，这个水坑啊。然后这个蟾蜍呢，就开始挖一道运河，南水北调工程。然后正在拼命的做什么呢？挖沟呢是吧？挖运河呢？南水北调工程啊，这样拼命的挠啊，紧急状态。啊，结果呢，把这个水呢引到这个水沟里，然后这些小蝌蚪们获救了，啊，哦，真是了不得是吧？嗯，真是了不得。
我们把这种了不得的现象用一句本能自然，然后就给他抹杀了，是吧？那么这个他学过什么水利工程吗？啊，怎么计算过什么这些东西吗？嗯，我们赵先生在伟大的飞翔之前呢，啊，有一个那个杜鹃孵蛋的画面哈，你找一找。那么这些杜鹃鸟啊，你们在电视上可能看到过是吧？这个杜鹃呢，在这个孵卵的时候呢，啊，母鸟呢，它不筑巢，在这个前面，然后把蛋孵在哪儿呢？孵在别的鸟的巢里，啊，你们看。你看，你们看啊，你们看，啊，这破壳而出了是吧？慢啊，你看，出来了是吧？你看，哎，出来了。你知道我让你们看什么吗？我让你看什么？再反复一遍。我让你们看什么？有个非常奇怪的现象。那么我看到这个场面呢，我就拍案叫绝。你们要做好心机点呢，你们有眼光来看懂这些。你看，破壳而出是吧？你们看到什么了？看到是什么？看不懂吗？看不懂吗？再看一遍，你们好好看，睁大眼睛看。啊，看什么？看啊。哎呀，你们看到什么了？看到了什么？那么他们还在什么？就已经破壳而出了，但是他们还在挣扎，拼命的挣扎，是吧？啊，因为这个鸟啊，它自己都不知道它是不是在破壳而出，有一个力量了，给赋予它这种力量，让它破壳而出，是吧？如果这个壳推出去的话，应该停止，是吧？是吧？说明它破壳而出的这个力量啊，是有个力量使它。啊，这样是啊，你们再看一遍啊，再看一遍。哎呀，壳已经破出了，但他还在使劲呢，他还在什么呀？现在看到了吧？现在看明白了吧？怎么这么看不懂呢？我为什么能够一眼就看到了？它不是在破壳，是有一个力量在驱使它，不是它使然，而是有个力量让它使然。所以我非常感谢上帝。如果把岸推出去以后，这家伙说：“哎呀，终于拖出来了”，那这就困难了，那我就要犯难了。他怎么知道呢？那么。上帝呢就让他香酒啊，这个不是他自己的，是我这样搞的，懂不懂啊？
你们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嗯，一切这些自然的背后，都有一个让这些自然能够释然的一个力量，是吧？有一个释然的力量。当你们眼睛能够看到这个力量的时候，你们才能真正认识你们的人生是什么，我是谁，是吧？啊，所以新生活是新起点生命啊，就是要张开这个慧眼，看到这个让我的生命释然的力量，是吧？好了，我们再看一看另外的现象。嗯，啊，就这个青蛙，它学过什么水利工程啊？从哪儿南水怎么北调呢？它没有这种计划，是吧？啊，它一看就像长颈鹿想吃骨头一样啊，是不是？哎，我缺乏钙质啊，我得补充点钙啊，什么吃点这个钙。啊，听李香九说啊，我现在患的是骨质疏松症，我得吃点钙质，不是这个，那个不是这样的。只有上帝知道，只有这个上帝知道长颈鹿的里面呢缺少钙质，然后给他这道信息啊，生命的信息，然后驱这个生命的信息驱使他怎么样？当他看到骨质的时候呢，啊，就突然有一个想吃骨质的这个念头了，是吧？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现象，你们要用这种眼光去望，不是苹果自己就这样掉下来，啊，有一种力量在使然，啊，明白了吧？明白什么道理没有？啊，我们称之为这种观点，我们称之为有慧眼、有智慧，是吧？明白了，你们人生在世活到今天。成天就是在事实的角度认识事物，是吧？却没有看到这个事实后面隐藏着的真实的一面。嗯，你们再看那边墙上，有一幅我们李女士画的，那么作家就在这幅画眼前，是吧？啊，这是汉城美大的高材生的作品。这有的时候看画的不怎么样，有的时候看画的还挺好，到底画也不知道画的好还不好啊，我觉得不错啊。突然害羞了，是吧？那么放得开啊，好像啊。啊，好像新起点啊，哈哈啊，这才对了，是吧？啊，对了对了，看了这幅照片以后呢，他通过这幅画看到了什么，是吧？啊，看到了这个现象背后的啊伟大的力量。那么这些小海龟孵出来以后不就回到海里吗？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啊，麻木不仁的眼光，而是用智慧的眼光认识到了这个力量，是吧？他说对，就是这个力量啊，这样你们才会有活头了，是吧？有盼头了。整个宇宙整个世界都是被这种力量所释然。这是关岛上，关岛是一个很大的岛，是吧？啊，那么在关岛的附近的一个非常小的无人岛，这个非常宁静的海边呢，五十日之前的这些小海龟孵化出来，啊，小海龟们孵出来以后呢。那么从蛋孵到小海龟呢需要50天的时间。那么50天之前呢，母海龟呢从日本的长崎游到这儿。长崎。然后这个母海龟呢就在这个地点呢产下了蛋。那么母海龟为什么要来到这儿呢？
要产卵是吧？那么谁不懂吗？我也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的地方偏偏来这儿呢？当然是来产卵。那么不产卵的话来这儿干嘛？那么为什么他能够来到这儿？为什么偏偏是这儿呢？你们看的这个东西是吧？为什么偏偏是这儿？啊，世界上海岛有的是哈，长崎附近有很多海岛。啊，因为岛上没有人。啊，就怕像你这样的小朋友会把这个海胆都给挖走是吧？海龟蛋都挖走。啊，30年之前呢，28年之前，这个母海龟呢就在这儿诞生的是吧？生命的故乡。掌声响起。那么鳟鱼呢，它也有它也会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在茫茫的大海上这个遨游以后，那么当它要产卵的时候呢，它就千辛万苦的要回到哪儿？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鳟鱼好像比我们还有智能是吧？那么这个鳟鱼小鱼儿啊，当离开的时候大概有这个小手指头这么大是吧？这些小鱼儿离开这个淡水的时候呢，啊，我们做个啊，我们以后得长大以后还得回到这儿来。那么这些小鱼儿知不知道什么是产卵呢？他们根本都不懂。他在哪儿出生的？这是哪儿？他也不想知道，也没法知道，是吧？他们也不知道将来他们会回到这里来产卵，是吧？什么都不懂。这样的鳟鱼呢，长大以后，长大成鱼以后呢，有的长得这么大，是吧？一尺有余。然后呢，逆流而上，然后知道他们出生的地方，然后产卵。啊，他们有很高的智商是吧？啊，不能这么单纯的想这个问题是吧？啊，那么你们看，啊，没有一个例外，都冲向哪儿？都冲向大海。啊，他们知道什么是大海吗？啊，他们知道我们得去大海吗？他们见过大海吗？没有。但是他们知道往哪儿去。所有的人生啊，他们都有个道路。海龟有海龟的道路，是吧？因为是天命之谓星，是吧？上天已经为我们安排了这个道路，是吧？人应该走的道路就是人道，小海龟要走的就是小海龟的道路。所有的生命呢，上天已经赋予他们道路，蝴蝶有蝴蝶的道路，是吧？候鸟有候鸟的道路，动物有动物的道路，兽有兽道，人有人道，禽有禽道，是吧？谁在这？那些那个企鹅啊，他们也这个团体出游是吧？天命之谓星啊。那么到时候呢，他们就怎么样？啊，他们就要去哪儿？去哪儿的路途也是很明确的，是吧？方向明确，目标明确，道路明确，啊，他们应该走的道路是十分明确的。如果你们真的生病的话，你们康复也是有康复的道路的，明白吗？生命的道路，只要你们发现这个生命的道路，把持这个道路，走这个道路，当你们因为这个道路已经为你们安排好了，是吧？但你们却不走这个道路，与这个道路背道而驰，是吧？然后人呢，违背天命啊！这个道路是天上天注定的，天命之谓性，是吧？率性之谓道，啊，按照这个上天赋予我们的本性去生活，啊，我们通过学习基因，大家已经明白了，是吧？基因里面已经给我们安排了什么？生活的道是生命的道路。当癌细胞产生以后呢，啊，这个 T 淋巴就会怎么样？啊 ，T 淋巴里边就有这个杀死癌细胞的这个基因
啊，然后产生物质，啊，抗癌物质，然后，嗯，这个期间呢，还可以怎么样？啊，还有恢修复修复期间的这个物质也可以产生啊。所以说，天命之谓性，啊，率性之谓道，啊，这才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哈。说修道之谓教，啊，这才是真正的宗教，明白吗？所以宗教的本质呢，就是恢复天命，啊。所以很多人呢，热爱自己的人生，却有的人却走自己的道路，有的人却按照天命走率性的道路，是吧？嗯，我们这个新起点生命运动呢，就是天命，懂吗？上天为我们安排的道路，嗯，上帝为我们安排的道路。你们看这里有大海，这些小海国连什么是大海是什么都不知道，冲着前面有这个呼呼呼这样的浪头拍岸的声音，但是就知道应该去那里，是吧？所以这海龟就去往那儿爬啊，一步一步爬。没有一个海龟爬向山上，往山上爬的海龟。你们要从这个现象当中看出里面的真理，是吧？啊，上帝呢，让这些海龟，创造以后呢，就给海龟天命已经赋予他们奔向大海的性，是吧？这种性质。那么所以呢，这种本性呢，上帝的天命呢，正在引领他们归向大海啊，有一种力量在驱使他们啊，要看到这些现象背后的真实的一面。啊，有一次呢，在说这个话题以前呢，他们要往哪儿去啊？这茫茫大海里的，他们去哪儿啊？啊，现在呢，他们，第一步呢是往海里奔，是吧？那么来到海里以后，下一个目标是哪儿？就是长崎，啊，就冲绳岛，是吧？日本的冲绳岛。我妈妈说了，说你们出来以后啊，来长崎，来冲绳来找我吧。啊，母亲跟他们讲，母海龟给他们讲过吗？啊，他们母海龟在长崎，在冲绳，只有谁知道？只有创造他们生命的创造主才知道，是吧？啊，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出现，是吧？啊，为什么让我们知道呢？由于这个人类啊，真是这顽固不化，背道而驰，所以上帝呢，就通过这些世间的所有的万物啊，告诉我们人应该走人的道路，上帝已经安排了人应该走的道路，是吧？所以格物致知啊，格物致知啊，所以通过这个动物的这种悟性呢，明白人的人性，是吧？我们为什么把这幅画挂在墙上？这就是我们新起点的主题。所以耶稣说什么？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啊。那么你们看这个画面呢，就应该想起耶稣的这句话：已经天命之谓性，上帝已经为我们安排了生命的道路，人应该走的道路。那么你们看啊，科学家们呢，怎么解释这个海龟的现象呢？把它定名为什么归巢本能，是吧？然后呢，这个候鸟们，证明了已经他们会飞到同一棵树，比如说候鸟啊，有自己的领域，是吧？比如说燕子呢，那么老王家的燕子肯定会回到老王家，老李家的燕子呢肯定会老野子的，是吧？这是千真万确的啊，非常精确，嗯。所以科学家们就怎么解释这个现象呢？它是怎么回来的？
他们有这个有一种像这个照相一样像照相一样的功能的记忆啊啊，叫 photographic memory， 是数千公里的这个图案呢，它都能像照片一样照下来记下来。那么有一次我去墨西哥，这个蝴蝶的最终这个目的地啊，就是墨西哥城附近近大概有北上300公里的地方，一个蒙特雷的小城。我那儿有医科大学，我去讲课。建校50周年，然后啊、校庆的时候呢，然后邀请了我，然后我去给他们讲课，然后呢，和其他著名的博士们一道就赴会。当时正好是10月26号，哇，这蝴蝶呀、铺天而来，哇，啊，铺天盖地啊，把日头都遮住了啊，不光是地，只要我走路啊，到处都是什么蝴蝶。这也是那儿也是啊，到处都是，真是都怕踩到了蝴蝶啊啊！所以我就想啊，这些蝴蝶到底是自己有智能呢，还是他们啊，他们连自己去哪儿都不知道，但是却来到这儿呢？所以我的看法啊，他们自己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因为他们没法知道，这是我的想法。那么看什么知道？这到底是他们自己知道，还是他们连根本自己去哪儿都不知道却能来到这儿？看什么能知道？那么我真的想看了这一点啊。肯定是无为而不为的力量，就是上帝的力量、引领他们来到这儿、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哈，不是靠他们自己的智能来的。那么我就想证明这一点。那么在我眼里呢、这个证据就来了。我看到什么了？这个蝴蝶呢它知道目的地，然后我要朝这个目的地飞啊。那么它会朝着这个目的地呢一直飞，是吧？要在这个女性的这个怀抱里，那么它会利用最什么最直线的距离飞翔，是吧？但是这个蝴蝶呢它们好像无目的的翻飞，是吧？往这儿飞飞，然后又往这儿飞飞飞，又往回又飞飞，到处这样翻，反正就翻来覆去啊，但是总体方向呢还是朝向一个地方，是吧？真的了不得了不得，这些蝴蝶呀，他们在不停的扇动翅膀啊，只是在不停的扇动翅膀，这个数以千万计、数以亿计的这个蝴蝶呢，整个这些蝴蝶的方向呢，是有个力量在指引他们、引领他们。这个瞬间，我看到了什么？这就是人生，这就是人生。都要到达目的地哈，但是每个家伙飞的都是什么？都是不同哈。自己好像在那里胡乱翻飞，但是最终会怎么样？最终会怎么样？那很累是吧？这样左右翻飞的话会很累。如果知道目的地的话，这样一直飞的话，那些蝴蝶呀、还有我们这些众生啊，其实没什么两样。蝴蝶不管怎么样能飞到这个目的地哈，但是人呢，目的人呢还没到，
没到没没没能飞到没能走到目的地就中途就啊岔路了是吧？所以呢，上帝就通过这些啊万物啊，想启发我们啊，引领我们，告诉我们我们人生有一个归宿，有一个目的地，是吧？嗯，再讲一个故事。嗯，在西班牙和德国之间呢，啊，具有相当的距离，是吧？两地相距比较遥远，大概有1200公里左右。嗯，但是西班牙的气候呢，德国比较冷，是吧？而西班牙呢是海洋国家，所以比较暖和。西班牙的是地中海气候，是吧？所以是旅游胜地。这有一个候鸟啊，就飞越于德国和西班牙之间。这些候鸟呢，就像这个头上戴着什么，在心腹上戴着，头上要戴一个这样的遮阳的帽子，是吧？穿黑色的这个斗篷，就过去韩国女人是这样的，是吧？这个鸟啊，就像长了那个女人一样，所以呢，给它起名叫心腹鸟。那么英国人呢，却不把它称之为这戴黑帽的鸟 ，blackhead。叫黑帽，嗯，像戴了一个黑帽一样啊。这些黑帽鸟呢是非常著名的鸟，在鸟类学家们对它研究颇深。德国和西班牙之间呢，他们就飞越于两地之间，嗯，所以呢，冬天呢，秋冬两季呢在西班牙度过。然后当春天回来呢，再飞回到德国，日期呢非常准确。那么秋天呢，9月中旬15、16号，那么这些德国的这个黑帽鸟呢肯定要飞向西班牙啊，他们好像有阅历挂历一样，是吧？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知道什么日子的，而且他们之间是怎么样传递这个信息的啊？这也是一大谜，是吧？然后3月15号左右呢，肯定就要飞回德国，啊，数以上万计的鸟，是吧？所以在别的国家呢，观察不到这样的现象。那么英国牛津大学的一位鸟类学家教授呢？早上睡得很好，然后天气非常晴朗，英国这个伦敦呢，是雾都，是吧？成天下雨上雾，那么英国呢，虽然是早上是晴天，但下午说不定就会下雨，一天这个日气候变化多端，所以是英国绅士这个手里啊总是拿着一把雨伞，是吧？所以他们。是绅士的一种服饰了，是吧？雨伞变成那么这个天气真好，然后打开窗户，自己所研究的这个鸟呢，本来应该在西班牙的这个黑帽鸟呢，却在英国这些数百只黑帽鸟呢，却飞在伦敦附近，是吧？他就这个鸟类学家呢吓了一跳，这些黑帽鸟怎么会来到英国呢？本来应该在西班牙的鸟，大部分的鸟已经在西班牙了，而他们却来到哪儿？却飞错了方向，是吧？飞到了这个。从来没有来过的这个英国，
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什么导致他们来到英国？啊，发生什么问题了？所以呢，啊，这个教授呢就解开了这里的谜团，所以他开始展开了调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发生？那么经过一番调查以后呢，啊，在这个进行了怎样的调查呢？这牛津附近这个落脚的这个几百只的这个黑猫鸟当中，啊，抓来几只，然后把他们带回德国，坐飞机啊，重新啊给他做了一个大的鸟笼子，在德国让他们给他们进行这个过冬啊，给他们供暖，提供适当的温度，然后这些啊鸟呢就生了蛋，这个蛋呢孵出来以后啊，过了夏天，到了秋天，你们这些小鸟应该飞往哪儿？它是在德国出生的这些小蛋，你们说它应该飞向哪儿？英国还是西班牙？9月15号已经到了，你们说它飞向哪儿？是西班牙？啊啊，他们在英国出生的这些就是母亲在飞到英国的这些黑猫鸟呢肯定要飞到英国来啊，很是神奇。所以呢进行一番调查结果呢，西班牙最近呢这个经济发展的非常快啊，这个盖楼盖工厂，这些黑猫鸟呢他们的栖息地呢被破坏了，他们专门吃一种虫子，这个虫子呢越来越少，最后啊英国科学家们也开始也没有发现，但后来发现呢这个黑猫鸟喜欢吃的这个虫呢在牛津附近呢有很多。那么你们看这个黑猫鸟在德国聚会吧，就召开了一个这个粮食解决粮食的委员会啊，咱们当中的我们都去西班牙的话肯定都得饿死是吧，粮食不够吃啊，肯定得发生内讧啊，内乱，有一定鸟得饿死啊，会出现问题，所以呢我们当中几%呢抽签啊，然后尽管有点不如西班牙暖和，但你们去英国吧，这样商量完以后飞到英国绝对不是这样是吧，绝对不是这样。那么你们应该在这个现象当中啊有一个明确的一点事实，就是什么，西班牙出生的鸟呢肯定要飞到西班牙，英国出生的鸟呢即便来德国呢也要怎么样，也要回到英国是吧。那么它飞到哪儿呢？通过调节什么来决定呢？通过基因是吧？英国出生的鸟呢？那么把这个飞往西班牙的候鸟的基因呢，改成了飞往英国的这个信息是吧？这是上帝使然的是吧？啊，非常的神妙是吧？所以新起点生命运动啊，就是用这种慧眼啊，让来观察过去我们所疏忽了的这些现象是吧？生命现象，这是神妙无比。你们要开眼啊，用一双慧眼来看待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上帝的妙用啊。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题目啊，要用慧眼看待这个世界啊，嗯，所以我们于先生讲了说，病好不好对我来说已经没有意义了，啊，不在话下了，
那么好不好我不管了啊。现在什么啊，怎么去生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我的道路在何在，这是我的问题了，是吧。啊，我们在后面坐的这个李先生啊，今天开车送我去汉城，这是李博士啊，我能看见道路了啊。来这之前呢，啊，我心里啊憋着一肚子气啊，啊，窝着一股火，没有什么，就看这个不是，看那个不对啊，成天怨天尤人啊，有时候晚上气得睡不着觉啊，心里闷得要死，嗯，闷得要死。他父亲说你去那儿，你先去点生命中心去。现在我的内心呢啊，这个火没了啊，通了，嗯，想通了，嗯，所以今天我给他买了，中午给他买了冷面吃，啊，回来的路上，上我们那个回的，好好。啊，在路上吃了一碗冷面，嗯，但是还有点没有完全回头。吃这个冷面的时候啊，上面有什么？啊，上面有这个红色的辣的佐料，是吧？我去的话，那天呢，今天由于那家特别忙，生意特别忙，所以这个女主人呢，打了招呼以后呢，然后呢。然后特别给我们进行关照哈，因为我是回头客常客，然后把这个把上面的这个佐料拿出来，然后是吧，但是所以我就把这个上面那个辣佐料了挑了起来，就是李博士给我吧，哈哈哈，李博士那个辣佐料给我吧。那么我现在想让他把那个辣椒料捡出来再吃哈，但是他是把你那个给我吧，但是我说太辣了不行，然后我就给把这个辣椒料给放到了一边，嗯，啊，吃完了以后呢，我们继续上路，是吧？啊，他们家的那个面条也很便宜。四千韩币一碗，嗯，吃完了以后出来，我们李先生怎么讲？他就对我说什么？哎呦，我辣死了，辣的我受不了了，辣的我受不了了，变了是吧？变了，他以为自己没变呢，啊，他以为自己没变，他以为跟过去没什么两样。啊，这难得吃一次辣的，我得上过过瘾，啊啊，想把我的那个辣出来，想抢过来吃是吧？如果我要把你的辣佐料一块吃的话，哦，好辣呀，好辣呀，啊，哈哈，大家你们看，哦，我们的这个口味儿也有我们口味的道路，是吧？要找得到了，嗯，所以呢，啊，这样的生命现象啊，其背后呢都有一种生命的力量在使然，让这个西班牙的候鸟呢，变成去英国的候鸟的去英国的候鸟呢，然后把这个基因呢，给它重组，给它一个另一道信息。那么90%的这个黑猫鸟飞往英国才能保持生态的平衡，那么创造生命的这个创造主才知道，是吧？那么我们用一种慧眼重新看待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内心当中自然就会产生什么？产生真善美的感觉，是吧？产生生命的气息，啊啊，赞叹不已啊。哦
赞叹不已，原来如此，原来如此。这个时候产生的就是什么？这就是生命的气息哈。对呀，就是这样啊。当你们发现这个真理的时候，这理解真理的同时，那么产生这种对真理的这种赞叹的同时呢，产生的就是信心啊，对这种伟大力量的信心。信心是从听到而来，听到什么？看到什么？看到这种伟大的力量，上帝的使命，天命是吧？天命之谓性啊。那么信息是从听到来，那么听到呢是从上帝的信息而来是吧？上帝的话而来。真的俗话讲，实话讲哈，你们我在教会我是长老，我是什么执事哈，成天什么好的东西都是贵的啊，这些人是没有信心的，懂吗？真正有信心的基督徒呢，什么好什么贵他就会怎么想？上帝不贵难得之货是吧？上帝不会把那些好东西变得这样贵，这就是信心，懂吗？掌声。因为上帝是爱是吧？爱就是把那些最好的东西白白的赐给我们，因为爱，上帝是爱，所以让这些海龟呢，我安排了他们的生命的道路是吧，并引领他们走这个生命的道路。所有的万物呢都遵循着这个道路，唯独人却在背道而驰。那么引领所有生命道路的力量呢，就是上帝的力量。所以你们看圣经，用这种眼光去看圣经啊，所以圣经是真是绝妙无比。这就是说什么意思？说香九你们也一样，你们也一样，我已经为你们铺设了道路。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你不跟从的话，我要消灭你。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残忍的，懂吗？生生不息的上帝真善美的上帝，然后把这个我们周围所有的一切，在这个大自然当中不断的给我们鼓气加油，给我们启迪。你们看这个海龟，你们看这个蟾蜍，你们看天上的候鸟，你们看蝴蝶，这一切都是我在引领生命的见证是吧？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我都引领，何况你们呢？这些蝴蝶啊，这些蟾蜍比他们你们这些人类要比他们要有灵性的多吗？更珍贵的多吗？所以你们不要为我的病好不好，手术不手术为此什么为此这样还是那样，这样彷徨这样犹豫不决是吧？道路已经我为你们安排好了，所以你们不要忧愁，不要为吃什么穿什么忧愁那么上帝创造了我，人神用怎么用人用来代替呢？是吧？脑梗塞，那么人肯定是治不了。昨天，我睡得晚一点，然后今天早上我该起大早，但是昨天没招，得有工作要做。那么很多这个广告说可以让孩子们长身高，那个小朋友没去过吧？是扎一针就可以长个的那种助长剂，吃了很多药，这些都是蒙人的，懂吗？纯蒙人你们别上那个当。我们母亲去教会吗？不去教会这么搞的话还能原谅，那些教会的长老执事什么牧师这些人呢，为了让自己的儿子长高
啊，什么扎这个助长器，让他们长身高，这不是信上帝的人的应该做的是吧？什么信靠上帝，你可别开玩笑了是吧？上帝是爱的话，我儿子的创造我儿子的上帝的话，相信的话，那么上帝会怎么样？让他长到适当的个啊，他应该长到的个，完全交托给上帝了是吧？啊，不在生命上再搞什么人为的东西啊，拔苗助长。啊，好了，过来，扎针啊，吃这个中药啊，扎这个扎这个助长剂，这那么这拔苗助长，那么长高个以后，你看有效果啊。其实是谁让他长的？是上帝让他长的。所以上帝呢，本来是上帝长让他长身高的，但是人们却怎么说？是这个中医大夫反而这个把这个上帝的功给夺去了，所以上帝最冤，被人们无视，甚至被人践踏，是吧？所以我看完了这个新闻以后啊，我就说韩国这个国家呀，人们的这个思想啊，已经完全，那么去教会的所谓的基督徒1000万以上，实际呢，啊，他们的思想呢却与上帝格格不入，啊，怎么教他们也不行，和上帝毫无关系。上帝就是什么？就是让我儿子能够蒙福啊，让他能够前途朗朗啊，啊，让我们全家和平平安。这都是幼稚的信仰，是吧？小儿科，多么小儿科！生命，你们要从生命的角度认识生生不息的创造主，明白吗？这些蝴蝶呀，这些乌龟呀，这些蟾蜍啊，什么都不懂的那些啊，那个杜鹃的小鸟也让他懂了什么？他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呢？我现在突然为什么会这样呢？啊，哎呀，好累啊！为什么这生命的挣扎？ Okay. 这都是生命的力量使然。现在你们开眼了吗？哎呀，张开这双慧眼啊，看到那些看不见的世界的眼睛，要开眼，一定要开眼。向真理开眼，向上帝开眼。所以上帝怎么讲？看马太福音，16:22啊，6:22。啊，眼睛就是身上的灯，这灯是照哪儿的？灯是照哪儿？灯用来照什么？是照身外边的，还是照身里边呢？当然是照身里边，是吧？哦，我以为这是外边的灯呢，是吧？啊，就是我眼睛看的地方都光明一片。啊，说身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所以你的眼光好的话，若亮，全身就光明。你有一双好的眼睛是吧？用眼睛啊，就光从你们的眼睛啊进入你们的身体。那么眼睛是，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什么是好的眼睛？什么是不好的眼睛？就是能够看到上帝的世界的那双预眼，那双慧眼，能够看到真理的那双慧眼，能够看到上帝的善良的慧眼，看到上帝纯全美意的慧眼。啊，那么上帝是爱我们的啊，慈爱的上帝的那双慧眼，啊，这种慧眼。当你们拥有这种慧眼的时候，构成你们身体的所有的细胞的基因呢，就会有光明，有生命的光，是吧？啊，基因呢就会恢复，啊，被修复，然后恢复正常，懂了吗？
眼睛不好，眼睛昏花，为什么昏花？我利欲所昏花，是吧？那么哎呀，海龟往海里爬啊，那么不久就得被吞吃了，是吧？如果不会没有这双慧眼的话，只看到这个海龟现象，是吧？嗯，有没有真善美？没有，没有真理，也看不到这个生命的道路啊，漆黑一片。所以大家要明白，通过这次星期天讲座啊，你们的希望你们能够张开慧眼，看到你们自己的道路，并且啊，按照这个生命的道路，一步一步的迈向上帝啊啊，然后在上帝的怀抱里得以医治，找到幸福，找到真正的幸福。Yeah.